更多火药。蜘蛛两局，打野都没过去，打野都放了呀，为啥要过去打呀？中单线也不要了，不打野都直接上蓝开了哟。哎，下路线吃不了，可能连上线都上不了了。那蜘蛛往那个地方一堵，这 AD 线没办法过去吃经验的。就算走到塔下的话，也是被越的命。经典就是他都已经大师了，他为什么打游戏是感觉是分很低似的那种感觉。希望这打野会玩，那打野要不会玩的话，那就真的直接裂了，估计去找他去了。我没办法帮他，因为我这条线可能是唯一一条能稳得住的线。如果因为我去支援交了闪或者干嘛，蜘蛛来两步，我也跟着裂开，然后就十五局，中期都玩不了了。他两下塔真牛逼！哎，我想把这炮车吃了，我再走。炮车好贵的。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只能交闪。我要想帮他，只能等我六级，给他开个大招。蜘蛛往上路走的。我这波放线满状态在塔下。这要是被越了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我现在不跟他换血，我等皎月过来。这他妈不是没了吗？哎呀，资源爆炸了哟！操！打野死太快了，主要我们中单来的慢，三 v 三先死一个就打不 了。打不动他，压制不了了。他们应该是想拿草丛，现在上路人很多。来了，烧吧！他妈的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解闪现躲螃蟹大招，不然螃蟹给我拽出去，我也要死。三月一，我换一个勉强能接受吧，因为他们下路吃不了兵线，我们这边可以吃一塔钱。我要怕蜘蛛抓了我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控制了。妈的，搞得我好恶心。你就不赚呀。又一个侧
不该叫这个啥，哎，玩的是真他妈要烦，我真是他们的爹，我是不要相信别人，真服了，也不行，真 FF 了吧，我他妈受不了了，直接他妈的直接提速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老子已经看压了20分钟了，我的12级到13级已经砍了6分钟了，真的给老子玩的他妈恶心，玩的好，玩的真的是火气大玩，只能放了。清算就要来临了，说不到 TP， 我看能不能利用 TP 打资源。我先带一波下路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。他的血手好不了那么快。血手90秒，1分半钟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我操，这没死啊！哇，好烦！他浪费我个闪，我不走他血手都刷了。看得我头痛，好慢，这不是他经济的问题，这是老是莫名其妙掉点。点了，结束了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买了风，脱不了保护，一点保护都别出，出了没用。我一捅下去干死一个，我队友就敢冲了。哎呦，怎么拽那边去了？完了，我捅成空了。哎，得撤一下，得撤一下。哎呀，配合的不好，配合的太垃圾了。我炸了一桶，他刚好把人往前面拽了一点，或者我炸晚一点，等他先炸我再炸就好，不然边边应该是能蹭到一下的。
别死了，大哥啊！他妈的！打你妈的个大文皮这样玩，打不死，太肉。啊？两下一下没过。这大龙应该是没完全过不去，已经无了，上路兵线也看不了，螃蟹在带，不知道为什么对面他妈上单可以这样玩游戏，只能回去了。这鼻子猪就想杀老子，没桶子，没桶子，没桶子，没医术，无可再痛了，更多。谁他妈的救救老子啊！操！哎，好累，好烦，这逼不跟我站一起，我不想跟他换的呀。他走过来，难道我不杀他吗？看着他们打龙吗？主要是辅助不跟我站一起，知道吧？他当时第一时间直接跟我走一起的话，是怎么的？什么屁事都没有。然后他还能破螃蟹的一给他推开，如果我不蹲那里的话，对面两个人就会把龙打，我蹲那里的话，他们过来我一定要杀一个，不杀我就只能看着他们打，因为他们水龙魂 A 两下龙，这个血 一会就回满。我想往前面压个桶子压我人呗，没秒掉可以。搬个牌子吧，搬个牌子吧，我顶不住了，快快快快快！这种局是真没办法，我一点脾气都没有，我整整抗压了20分钟，早点让我解放你就好了。麻将又破产了，命苦啊，兄弟们。